好，以上书十九章廿五节，我一齐读啦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岂不知福给他们说，埃及我的百姓、亚述我手的工作，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。咁我哋就先就睇到呢三个国家，唔系三个国家，三个地区啊。咁而尤其系边个地区系喺耶稣时候福音冇去，即系冇咁传去嗰度，系边个地区啊？ 系边个地区系冇咁传去嘅？亚述系啦，嗱，其实埃及好快就传咗去嘅，但系咧亚述喺中东嘅地方咧系福音系比较冇咁强烈去到嗰个地方嘅，咁咧就但系神咧居然喺末后日子咧喺呢个经文啊，我哋知道即系话近代呢个宗教嘅情况啦，即系近代呢个对于。 即係基督教嘅抗拒咧，其實喺以賽亞嗰陣時未有嘅喎，因為嗰陣時候即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講呢個異教喺耶穌之後幾百年之後先興起噶嘛，係咪？喺嗰陣時都未有嘅，咁但係咧神就會點解會特別提到亞述咧？即係會提到呢樣嘢，所以比較特別係咪？佢會提到埃及啦。 由亞述啦，由以色列啦，即係睇得到神有個計劃喺度啦。咁咧就喺呢度，我哋睇出呢個神嗰個掌權啊，同埋有冇睇到呢個地區嗰種困難啊？即係嗰種困難，大家有冇聽過呢一類嘅困難啊？喺嗰度傳福音啊，或者嗰啲受逼迫嘅情況啊，有冇網上有時收過一啲咁嘅信息啊？有啲國家咧有冇聽過啲教堂俾人哋？ 燒啊，有冇聽過呢樣嘢？中國咧，中國嗰種情況咧就唔係好似佢啲咁嘅系統性啦。中國呢個逼迫啦，但係我講緊嗰個異教嘅影響啊。大家有冇聽過呢啲啊？其實喺亞洲都有嘅喎，最近都有亞洲掟嗰啲炸彈啊、自殺式咧去教堂嗰度咧。 係啊，係咯，係即係炸啲人啊嘛。係啊，其實咧呢樣嘢係始終一路持續都有嘅。咁呢個都係即係有啲宗教嗰個特色啊，就係暴力係好似跟住佢，係好多時都會即係有呢個情況啦。咁但係神一早就知道定喎，又會講定佢將來會即係會得勝啦，會勝過呢啲勢力啦。咁大家聽完有冇覺得？ 好睇到神嘅乜嘢啊？大能啦，同埋佢預知係咪啊？佢有呢種掌權嘅能力，係一班抗拒得好緊要嘅人咧。因為呢啲人咧，譬如比較冇宗教嘅人，係更加抗拒喎，即係有冇宗教反而佢唔會咁抗拒喎。但係咧，佢係強烈嘅抗拒，但係神會咁做。咁同埋另一點就係點解神會揀佢哋嘅咧？咁？ 点解神会拣佢哋啫？因为佢哋好抗拒，咁拣到佢哋系好有影响力咯。系啦，系啦，即系话咧，佢哋本来抗拒嘅时候改变咗咧，系可能系一个转机令到以色列会改变。我哋睇到嗱个次序记唔记得啊？再讲一次系咩？边度？埃及。 然後亞述，然後咧以色列，咁咧就因為咧，當嗱埃及而家都有信主嘅，但係咧喺亞述咧比較少啊，係咪？所以當亞述嘅地方嗰啲人信主咧，係會引嚟一啲好大嘅注意力嘅，咁同埋神嘅工作啦，神嘅做嘅工作，咁如果大家上網睇咧，真係見到好多呢啲咁樣嘅見證，大家有冇見過啊？有冇人嘗試去睇過呢啲啊？ 或者你英文程度可以睇到 YouTube 嘅，有幾多個會有睇 YouTube 嘅？睇英文嘅 YouTube 啊，中文嘅梗有嘅，少少係咪？嗱，你睇到少少，你就可以睇多多嘅。點解咧？你睇睇越睇越聽慣嗰啲英文嘅，尤其你可以 setting 個設定係有英文字幕咧，咁佢就會即係持續打啲英文字幕。不過當然出得好快啦，但係你睇睇咧就會慣啦，咁咧就會。 俾你眼光闊好多啊！尤其我曾經講過 It's Supernatural 嗰個節目，大家有冇睇過啊 ？It's Supernatural， 佢係嗰種神蹟歧事啊，
神的工作真的很多元化，其實你上網看咧，係睇得多到你咧，即係有時有啲好難以置信神嘅工作會咁真實。譬如魔鬼邪靈嘅工作，這個魔鬼教嘅工作，但係神咧可以喺魔鬼教嘅人中間興起人喎，即係好神奇嘅。咁呢啲咧都係俾我哋睇得到神嗰種嘅工作嘅奇妙啦。咁喺中國人當中咧，其實我哋又睇到好多基督徒都幾熱心下嘅，不過都係好似個突破都係好少，係咪啊？即係好多拜香偶像嘅，總係都唔肯改變。咁咧，雖然都有頗多見證嘅，即係好多見證。譬如我哋嗰度都有好多啲拜異教嘅人改變啦。咁你覺得呢啲事情發生嗱，同埋有一樣嘢，大家如果大家知道咧，聖經有講到20,000嘅軍兵要過呢個伯拉大河啊！呢個伯拉大河乾咗，喺啟示錄嗰度講到啊。咁咧係由邊度嚟咧？聖經講邊個地方嚟啊？日出之地嘅眾王啊！咁而佢哋咧係會俾邪靈咧，即係邪靈會入佢哋入嗰啲眾王，即係話咧，當將來會有大規模嘅邪靈上身，係會喺末後嘅日子有大規模嘅邪靈上身嘅。咁我哋而家亦都見到中國人當中受逼迫，有冇聽過啊？呢啲即係好多教會都封咗啊，或者係被逼遷啊，咁啊造成好多問題。咁但係我哋更加需要興起更多堅強嘅基督徒，係咪？大家會唔會聽完有種心有種火熱啊？真係好需要喎，真係好需要中國人中興起。中國人去到中東有特色喎。好受歡迎的，他們講什麼話？他們呢一定要翻譯的，多數中東人就講阿拉伯話，就你去到有些地方他們會講本地話和阿拉伯話，但是中間的語言即可能可以找到翻譯的就是英文。即雖然去到中東的國家他們主要不是講英文，但是呢總會找到人懂翻譯中文阿拉伯話嘅，即係同埋英文嘅，英文同埋阿拉伯話，所以呢個係我哋可以去考慮、去影響，亦都好多國家神到底嘅策略係點樣咧？即係大家會唔會有時去諗下神啊？喺我生命中有啲咩策略咧？神會做啲咩工作咧？咁 OK 嗱，喺呢個經文我哋睇到神嘅咩屬性啊？問翻大家啦，以賽書19:25，神嘅乜嘢屬性咧？赐福吓，佢有呢个赐福嘅属性，同埋佢赐福嘅对象系点样咧？系啦，啲反对佢人，佢都依然咧会赐福喎，即系有时都几难想象噶，系咪？都好难想象，点解佢会咁有耐性去帮呢啲人咧？咁有耐性，咁有耐性，咁有宽容嘅心，咁有接纳嘅心，而其中咧，即係其中有啲見證係咩咧？係恐怖分子嚟嘅，有啲恐怖分子，但係咧神都居然咧去感動佢哋去悔改信主，係有不同嘅方法嘅，即係神嗰種途徑好勁嘅，真係。佢亦都有講，我睇過一個咧，就係個丈夫、個男人同埋佢太太兩個都係恐怖分子，佢影翻佢哋以前嗰啲樣啊，唔笑嘅，同埋咧佢。佢影翻佢，總之所有相係唔笑嘅。喺佢哋嘅文化、佢哋宗教裏面係冇笑呢樣嘢嘅。咁咧就，但係咧後來佢改變，即係好大啦。佢講説話做咗傳牧師啊咁樣。咁咧就佢太太咧亦都係誒揸槍啊，影咗相啊，咁樣好強悍啊咁樣嘅。咁但係神就會去拯救佢哋。仲有啲咩屬性啊？即係神嘅。嗰種耐性啦，係咪啊？仲有啲咩屬性啊？睇呢個經文，亞述咧同以色列世仇，即係佢冇計較亞述做好多嘢以前啊，同以色列好大仇口㗎，即係咁得嘅我，即係好奇怪咁得，即係人會咁諗嘅人，即係人一定唔係人寫人，唔可能咁諗嘢，即係神嗰種嘅超越人性嘅思維，能夠將仇敵放埋一齊。
我就再講下裏面可以有嘅屬性啊。呢、這個第一關心係咪啊？關心同埋咧，佢同佢哋好似仔女咁樣嘅喎。佢係我嘅子民喎，我嘅產業喎，我手嘅工作，即係有關係嘅。同埋佢嘅大能啦，即係佢個嗱，佢幾個人憐憫啦，憐憫嗰啲逼迫佢嘅，佢唔計較逼迫佢嘅人，佢有大能去改變佢哋，同埋咧係有親屬關係嘅。咁嗱，一間咧就大家喺分組討論嘅時候咧，就討論到我哋睇到佢嗰種熱心。嗱，我去其中一個地方咧，我遲啲會講俾你聽。嗰個牧師好勁噶，喺網上公然講啊！佢亦都喺嗰個地方公然去做，係好明噶。佢曾經受過好多逼迫噶，但係佢好有信心喎。咁呢個國家咧，你哋如果有人有心去咧，都係一個可去嘅地方嚟嘅，即係一個可喺呢個地區啊可去嘅地方嚟噶。求主祝福，希望我哋有呢種火熱嘅心。咁但係咧，最多日常生活嘅就係我哋嘅日常生活嘅影響人啦，即係我哋點樣影響周圍嘅人，點樣去幫助周圍嘅人。